或者是侯友宜的幕僚，对，你不能这样子处理，这样处理会让你自己扣超多分的、欸。哎、欸，你是接下来要选总统的人、欸，对，嗯，对吧？你这个议题被钻一个这么大的洞，但你根本就不用选了。这样处理会让你自己扣超多分的。哎、欸，你是接下来要选总统的人，对，嗯。哇，你这个议题被钻一个这么大的洞，但你根本就不用选了。还是其他不想选？不太可能，不太可能。我看他现在状态，张伦，但你不能这样子处理、嗯，这样处理会让你自己扣超多分的、欸。哎、欸，你是接下来要选总统的人、欸，对，嗯，对吧？你这个议题被钻一个这么大的洞，但你根本就不用选了。还是其他不想选？不太可能，不太可能。我看他现在状态，按照张伦逻辑，很容易出现这个想法。对对对，我依照我的逻辑说，你怎么会不知道这样扣分？就像小鸡跟老爷讲的，你是不是不想扣？对啊，不是啊。